谢谢你这几天对我老公的照顾，我希望你们早日找到你们心中的白马王子。因为今天是护士节嘛，看着他们日日夜夜的对我老公的关照关心，感谢他们给我卖一点小小的礼物表示我的心意，也祝福他们找到心中的白马王子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收到了患者给我送的礼物，又开心又惊喜。然后在这里感谢我护理的每一位患者对我带来的尊重和理解。